以兹巴克的化合物中，A to B 含有3.2克的 A，定义由 AB 元素组成的化合物，B 的重量百分组成为66.67%。试问，化合物的化学式为下列何者？那我们根据贝比定律的最典型的解法，就是把九宫格给画出来，A 跟 B 分别占了3.2克。跟4.8克，而这个值怎么出来呢？就是由第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3.2克的 A，而总共是8克，所以 B 占的4.8克，而它的化学式是 A two B 三。那另外一个化合物的化学式是不知道 A 跟 B 分别是多少，先搁着。那它的重量比呢是33.33%。跟66.67%，那因为是比例关系，我们把这两个之间先做一点简单的约分的动作，乘2:3，这个的话就是1:2的关系。那我们把这一个做通分调整，变成2:4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们要让这两个值相同。这两个值相同的话呢，那其这一个 A 的个数两个，那 B 这边的个数也会是两个，因为质量都是相同，则它们的数量就会是相同。那这个三比上这个四呢，就会等于这个三比上 y，那这个三比上 y 会等于三比上四，所以最后 y 算出来会等于四，那带回去发现答案就是 a two b 四，那也可以把它简化成 a b two，而符合这个答案的选项为 C 选项。